后爸爸妈妈就说，哇，你唱歌一点都不美，对不对？就全部都是那种在喊、瞎嚷嚷的感觉，所以啊，对我小时候打击真的蛮大的。但是还好我没有放弃了。2012年的时候，我有参加新秀大赛，但是止步在前16强，没有进到决赛，当时很遗憾，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缺点，所以我觉得主要我的这个节奏问题啊，还有很多的基本功不够扎实。咱们在一起训练的时候，我也专门的增强了这些训练，所以说我的成长一步一步的，我觉得也跟新秀大赛是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，所以应该说是新秀大赛促使我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。宝宝加油，耶、yeah!新秀歌唱大赛多伦多选拔赛2014启动音乐力量，7月26号 Hershey Center 传递音乐生命。